交朋友可以不分东西南北，但是帮女儿选女婿就必须要考虑清楚。只是觉得说她的经济条件没有那么的好，对，你嫁过去一定会吃苦。嗯，再一方面是因为她什么时候突然间就回去，说回去就回去了。嗯，那你要不要跟着她回去？嗯，那你回去了之后，我们是不是这一辈子就看不到？对，你知道吗？就爸爸会想很多。因为我自己没有女儿啦，那我可以想象是说，如果有女儿的话，尤其像宜家长的这样子的，就觉得说她就会很像呵护掌上明珠一样，疼都来不及了，怎么可能会去打？怎么可能会去体罚？但是当我一拍下去那一下，那一刹那我就后悔了，我怎么会动这个手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不应该动手的，我应该好好讲的。